Hello，我是三丰，美食天天有，美食天天见。今天我们这里下了蒙蒙小雨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啥也不想做，啥也不想出去，就想在家吃点，所以叫了点外卖。OK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吃。知识棒。里面是玉米的。家中兔子几件，难道是这儿？师傅，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师傅，我早点。这个棺材有问题啊。棺材没问题。哇，发福了。来几只。磨刀剑。什么？黄纸、红笔、黑墨、菜刀、木剑啊！师傅又有鸡啊！鸡，拿着吧，真多。大鸡排。
飞镖，我当初的一个这个我当初的一个九子连环金星镖，才把任老爷给杀死的。镖在哪儿？喂，你不要发呀！把身上手指甲插死。啊哈，是让手指甲插死的，那就是说手指甲要很长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了啊！啊，这位乡亲父老，你们每一位的手指甲比他的长啊！英雄已经抓到了。小哥一定会替小姨子报仇的。小哥，你一定要调查清楚，千万不要冤枉好人。哎，当然当然。来人，走，把任老爷的尸首抬回去。现在带着家伙到衙门找我。文生，你这是保护清廷？怎么保护的？遇到僵尸千万。喂，还是糯米，记得把糯米带来。一表一表，哈哈，你的嘴还真硬啊！怎么我们可以乱来啊？以前我用这个坏字来烙像你这样的，改用这个字，笔画少，又清楚。不过错还是一样的。这个是鸡，那你在天亮之前就要把你的供词给我想好。如果我在天亮之前你不把我放水，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哎呀，你嘴还真硬啊！来人，压下去。是。小姨夫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你放心吧。拜拜。